都280级了，还是穷人一个，每天盯着屏幕砍，砍来砍去还砍不过低端野怪。你们玩游戏还是受罪啊？玩游戏不就是为了爽吗？不然为什么要玩游戏啊？我们游戏首创一人就默认你是超级 VIP， 每天都是极品好礼，充值6元就送稀有神兵，2-3天就解锁全部神兵神宠，满背包的装备让你眼花缭乱。玩游戏不爽，你为什么要玩游戏啊？